Hello, hello, 大家好。今天我拍的是 UBA 的裤子 ，undercover 的。这个是它的包装，我来到的，是这样子。真的是一样。我先把它拿出来。这是他的裤子，他比起 NBA 的裤子比较短，这个是比较短，没有到膝盖的。你看到好像会像那种 jogging 那种长度。OK， 它里面还有一些保护层。我买的这个就是他的 deck。M size， 再来拿近一点，它的 label 80 cm size， 再给你看靠近点它的 tag， 它的 tag 是这样子的，后面是这样。然后裤子上面还是有 size， 裤子上面不是 size， 是 label。 这条裤是 Cambodia 的，它里面的那层是滑面的，而不是那种一动一动的，所以穿在里面会很比较舒服。过后这条裤它就是有两个口袋，左右口袋，然后面还有两个口袋，这个是用几个，它后面的两个口袋，这是后面的设计。然后前面的 Nike 这边有一个，那么就看看它的 Nike 的，它算是这贴，但是蛮厚一些的，一块起来了。然这边的另外一边，它就是这个 UBA， 看到它的厚度，然后有 undercover 的。再来就是 Nike， 刚才的下面还有一个 label， 它就是这个是缝上去了。里面是这样，所以是看不到缝的。过后我们看回这边的设计，它的黑色这片是最外面的，然后红跟蓝是一起的。它的裤的绳子头是这样的，然后后面就是这样，白色是最上面那层，白色是最上面那层，蓝跟红是一起一个 layer， 过我们再缝上去黑色上面再缝一层白色的，多层次啊。所以然来到看它的后面的 zip 是 YKK 的 zip，黑色开出来，里面是这样子滑面的，可以放一些小东西，电话应该是不够放，电话就在前面这边能放电话，后面是放一些小东西。个人觉得这件裤蛮有特色的，所以就买，因为它的颜色我喜欢，红蓝白。然后还有就是它这些做了蛮厚的，还有这个鞋 label， 主要的是后面还有 pocket，
对啊，这边也是有一个，这个也是蛮厚的。摸上去是感觉得到了，那么就谢谢你们观看这个影片，谢谢你们看到这里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谢谢大家。